一秒。我的闪红灯呢？对。好。我多了。那还有一只鸡。我就想问他怎么突然自己趴倒扑出去，然后他出去挥扑救法，但是没有救到。然后还好那人救了他，不然很恐怖哦。那个就被发射出去，就不知道会射去哪里。就是那个红色的花瓣。怎样？就我就是要练成能滑成这样，但是我的弯曲度没有那么明显，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。对。我后来看了影片，我在那边弯来弯去，我以为我已经很弯了，结果大概就这样，一点点。对啊。你先走好了，我在你后面。
要坐哪个车？会坐四人缆车哦。好啊，好，走吧。
有啊。花不到。
就是你富良野真的严苛一点讲，又没有用到那个优惠，四小时券是最划算的。一直盯着人
就是它是这样子弯，然后咻，就赶快把它把它咻，然后又可以下一个。
小心小心
现在都还好，明天就知道。会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酸了。嗯，明天早上睡醒的那个痛会更痛。我的球去你那边滚，不要碰到床铺就好。要规定他换裤子才能来。不用，其实你把雪裤脱掉就可以来了，里面都是干净的。有雪裤是这样的，是你每季回去都有洗衣服？有，但是这一件好像没有洗。我知道他们是没有，就是用冲的。但雪衣呢会洗。哔哔哔停了之后就没有开了。是啊。对啊。那我嘞？你的好得很啊，不过你的电很少，为什么？电掉了吗？我有带水壶，证明了我有带水壶。你的电好少。真的。要看看吗？不知道哎，用我的手机验证吗？我来看看，来的。我看，我发现两个头都没有插到，我觉得没有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把背包拿掉。好吧，那你弄一弄吧。你留下线的空间太小了，是这样掉的吗？掉。什么东西？我们查一下，最后一缸多来还是这一条？当然这条啊，比较快。哦。对，超短的。什么超短的？是，已经整个被拉出来。头硬一点。好的。我看。还是没有，不知道。你看他的灯，看他的灯不要暗。有，它有暗，它有亮啊。但是它不要暗，还是亮的吗？但是它好，它好亮啊。
对，不要按，直接看。啊，看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吧。现在人很多哎，三四五六。手超冷欸，默默，超级冷爆了，好冷哦，其实很冷。你先，我在你后面，我下了，下，下不去了，我挡住吗？对啊，另外一条比较好玩。
快二十分嘞。
今天要晒太阳了。哎、欸，那里是有人自己冲上去的，挡住啊？谁啊？挡住了的。嗯。头后面有个地方好痛，感觉头发被扯着。不知道啊，好像那个教学播往右继续就是绿线，会搞很久。有力气哦，有收工，收工最后。好，哎、欸，他还没来哦、喔，还是走了，那很没啊，耶，好，耶，好，你那 GoPro 没有开呢？哦，对哈、哦，嗯，不重要了，暂停。好痛哦！你刚怎么了？我啊，因为我快要摔倒了，我用手撑一下，结果折到手，现在手很痛。好。直板往下，我在想你是不是也是直的往下的时间要长一点，才不会看起来像他说的那么急呀、啊。好像很松的感觉，会摔倒，会摔倒。
不对啊，不对，要先去车上换下鞋子才能去爬。没有啊，看你啊，我是想说直接车一站就过去泡啦。没有，我一定要回车。哦，那我再穿一次雪鞋去坐车子，再踩起来，我就是不泡。所以是坐回泡了。你要挑战穿雪鞋去可以啊，我不行。好啊，那就一起去。那我可以把车子开过啊。对啊，那就一起去啊。还是我们就回去喝 Welcome Drink 休息，然后五点的直接吃饭也可以、啊、然后吃完就去跑。那里网路快啊？那里网路快对吗？坐车回去掏耳上啊！我每次都想到他上厕所，都会冷下。那看下一班是哪一点？五六点？对对对吗？现在几点？三点或3:20，3:40。看右边的。嗯，好，看错了。3:13，3:33。33很快了，20分钟一般，34:33哦，那可以尿完再去。好，那你快一点，拿给我了，快点去啊。是下班迟到？33，现在24。哦，好，我就叫他快点。你要不要去？你要去，我会帮你提着。不用。我那时候赶不上。我在想说，那我们就回去，然后拖鞋，然后可能拖完都快4点。然后这边有那个 Welcome Drink， 平常是给住宿，但是也没有在看什么广场或什么的。对啊，我今天自己做的喝一喝，喝到快5点就去排队吃广场，然后吃完再去跑。好啊，都可以。因为他刚刚想一想，是说他不要穿着雪鞋去，又要拖鞋鞋穿，对，很烦。然后想说，好吧，其实重点是要能够把雪鞋脱掉。嗯。这个不要这个吧？嗯。就我跟你说，在山顶上，在我们下车就往右走，往左走就可以看到了平台。哦。但是我们俩那天去过，穿普通鞋去过了。
最速开了已经要等十分钟了，这个不用等我一点。吃得下晚饭了吗？啊？吃得下晚饭了吗？吃不下。我在想，我说那是排队吗？对啊，窝在里面排队。你知道我们的我们最后一趟什么意思吗？就说如果还要一直在滑，那我不知道吗？我们不该跟出来的。真的、哦？但我们跟他们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让在这里面的人先上车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对。去好了。啊？还要遵守规矩。Thank you.
タモールレストラン街、なおアウトドアセンターをご利用のお客様もタワーでお降りくださいませ。お忘れ物、お足元にご注意の上お降りください。